甭管着恁两人这样对视，我也是无欢喜咯。这个时候，我就不由同情着伯母的视角。你伫晓你自己咧讲什么吗？我只知影我应该对你说什么。何高义，等！你咧骂我吗？高义是最忠诚的朋友，在不久后的一次救灾中，万一捡到一只雪克，你这只雪克，乱！牧师也知晓救灾之事。我并无故地诡异，我灵感应真随时间流失秘密。你是如何知晓救灾之事？因为我的心口跳动着两个人的心跳，我与你密不可分。